陆总，我找到沈家大小姐了。在哪儿？人在海城，可是她已经结婚了。结婚了？备专机，我要去海城。你要去见沈大小姐？三年前是她离家出走，悔婚在先，闹得沈陆两家都很难看，更何况她已经结婚了，您再去还有什么意义？秦晴离家三年，我就想替沈伯父去看看她过得怎么样。我算看出来了，沈小姐喜欢吃奶片，你也天天吃。沈小姐喜欢毛笔字，你也天天练。我可提醒你啊，今天晚上可是有很重要的董事会。不重要，我就想看看这个男的有多优秀，能让晴晴逃了我的婚。什么？你是说一豪集团把五个亿投资那天给我们歧视了？好好好，我一定准时出席晚上的投资宴。悠悠，你说给我的惊喜就是一豪给骑士的五个亿投资？啊，是啊，我爸是一豪集团海城分公司的总经理，就是陈总的亲信，这个投资肯定是他帮你需要的，这不也是为了我吗？果然你才是我的宝贝。遇到你就是我妻子和莫大的福气。怎么，五个亿的投资就这么报答我啊？那你想要什么？我想要你这个小妖精。拿下了万安的项目，还有一豪五个亿的投资，丝毫一点没高兴。这个时候告诉他身份，他应该不会再觉得自卑了吧。哎，夫人。嗯，齐总吩咐了的，任何人都不能进。我又不是别人，我有两个消息要告诉思恒。哎，那也不行。为什么呀？哎，夫人，夫人，真的不能进。夫人，你们在干什么？